系啊，姨婆，点解唔听你吩咐啊？我今日连工都冇开啊，拣咗成个下昼啊，梗系买咗，对龙凤额足足二两重啊，包嚟唔会失礼，靓唔靓你阵间睇过咪知咯。我就落车啦，唔讲啦，拜拜。 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系你。Sorry, sorry, sorry。唔好意思，Sir， 一场误会。唔好叫我 Sir， 叫我高 Sir。哦，你冇警？我冇话我系警察，但你嘅行为就话俾我听，你罔顾人命安全，意图伤害他人身体，我有权拉你。你凭咩拉我啊？吓！根据101拘捕令，即系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101条，任何人可无需手令而逮捕任何他合理地怀疑犯了可逮捕的罪行的人。 我都唔知喺度讲乜。喂，你咪走啊！你而家摆明抢嘢，仲蓄意伤人。你冇乱讲嘢啊！我冇乱讲，系你乱嚟。你哥仔咁唔好彩上咗呢架车啊！我做晒功课先嚟报你噶。咩事啊？啱啦 ，Sir， 快啲拉呢个黑的司机啊！头先嘅名字我留低咗袋金喺佢嘅车度，我嗌住佢停车噶，佢都唔理3721， lock 门开车明抢啊！我都话系一场误会噶啦，阿 Sir。 因为我要赶住过去接个客，咁啊急住要开车咯，咁我一时唔留意，咪听唔到你喺度嗌咯。听唔到都睇到啦，我成个人趴咗上车头。你仲冇夸啲啊？鬼鬼信你啊？你仲唔橙？我依张成个过程录低晒啦，有声有画。啊，你个死八婆啊！你阴我啊？如果唔放蛇，我点捉到你啊？你都唔系第一次噶啦。上个礼拜六晏昼，有个阿婆留低成1000蚊生果金。 你都系攞門開車走喎，你唔好唔認啊！我而家call阿婆出嚟認人都仲得啊！我都可以做證，證明呢位司機正話罔顧人命安全。唔係 Sir， 呢個真係誤會嚟㗎，你聽我解釋下，Sir，唔係真係誤會啊，Sir。喂，兩次都遇到你，我真係好彩啊！順且墳場呢？記得，你做記者做到好似戰地記者咁，好薄啫。我都冇遇到佢咁狼死㗎嘛。命得一條，你唔一定可以再見到我第三次。 喺農妖中被曬現場揾到嘅遮瑕膏同掌紋，證實屬於張淑文。冇事噶啦，雪姐，做壞事唔會冇人知噶。每個人要為自己做過嘅嘢負責任，我都唔例外。我哋去自首啊，將成件事嘅來龍去脈講出嚟。